呀，搞错了。我们都在惩戒啊，别搞那些花里胡哨的呀。我要松盘了。松盘了。他人呢？对，其实他也忘了，他也忘记出门攒能量了。哎，为什么我要出打野刀啊？但我出都出了呀，这很尴尬了呀。这也没野怪啊，这拿着个打野刀也是挺头疼的。也可以。我知道他这一波肯定，他追到最后也是跟我对着换了。我想一下怎么杀他。感觉他这一波要死了呀。啊，可以。哎，偷他个药。谁越塔谁爆炸呀？砍到最后几刀一直砍不死。
这个要内战是怎么把他杀了才方便呢？这感觉两个人就谁都不好杀谁呀、啊。让了我一手，我也让一手。来吧。
不行，我也要回满血，不然不好打。这一波很关键，要么就是他杀我，要么就是我杀他，谁赢了谁基地就爆炸了。不行，我要理清思路，到底怎么操作他？这两个药晃来晃去的，也不知道怎么打。来吧，哎，可以。我也有宗师了。这都没打赢呀，我还想半天三技能都踩到他，应该有机会的，踩他两脚这哥们不死了，没了没了，可恶，这不行了，这不行了，这不行，我这开着竞猜的认输了。我把账结了呀，这再玩下去我赢了，我把他弄爆了，说不清。打野刀换魔女不行，我们再来一次，我们要规定出装。是的，先出碎星锤感觉好一点的。再打一次，再打一次。来来来，我们再打一次。我们那个出装就按照上一把的来，好吧？出火甲？不不不不不，就是那种。就那种我们要出装都一样，只是单纯拼操作，要这样玩才有意思呀，搞一些什么进化哦，选错英雄了。打野刀换反甲，别呀，我们出装就都一样就行了。打一级都杀不死谁的。他回去了，我早点推线。哎，我在想魔抗鞋会不会好一点。他也四级了，
不对，我要理一下思路呀，谁先放大招谁亏呀，是这样吗？好像是的，好像是真的，谁先放大谁亏还是怎么样，因为你后手放大的人是伤害能打，是能打伤害的，又能减伤害。可恶，砍得我是嗷嗷叫。后放亏，真的吗？哎，好像我这一波也不知道谁先放谁后放啊，是我先放还是他先放了呀？他先放了，那真的是后放好像吃香一点呀。这个要 solo 是有点难懂呀，应该有个临界点，这个 CD 好得快的话会猛一点。哎呀，我这个差一个技能呀，可恶，怎么跟我想的就不一样呢？是我这个碎星锤没买吗？我感觉我再丢个技能再按个大招，他就是他死了呀。哦，我多一个皮肤，有道理，他为什么连个皮肤都没有啊？等一下，好像清这个塔。你，没有皮肤他。呀，我是不是总忘记买装备？他带的铭文应该跟我一样吧，我觉得。应该谁先手谁会吃亏一点。我试一下，我先手。啊，也不是啊，啊也没什么问题啊，先手，这，那这个单挑的逻辑到底是谁先手还是怎么样？哎，这个塔在打我啊，突突突突突突突！哎，他原来不在的，可恶！
买个爱心战斧砍他。嗯，送个皮肤，他还缺这个皮肤。嗯，等下找他搜了一下关羽吧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嗯。感觉他这一波要死。哇，这么秀的吗？嗯。嗯。输了。嗯。我们 solo 一下关羽。我会被打哭的，感受一下。嗯，谁先放技能谁输。